看看你又被割了多少韭菜。关于 Capital Gain 的新政策，你算对了吗？什么？政府又加税了。Capital Gain 从以前的二分之一涨到了三分之二，涨幅高达33%。政府真的是穷疯了吗？大家先冷静一下，今天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Capital Gain 和这次改动对我们个人的影响。Capital Gain 呢，也就是资本利得，它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资本利得呢，等于销售价格减去购买成本基础。那对于房地产来说呢，自住房的买卖是没有 capital gain 的。也就是说，你换自住房，从旧房搬到新房的话，你的旧房哪怕涨了100万，那也是没有 capital gain 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只讨论投资房。公式中的计算价格 sold price 很好理解，就是你的投资房在当年卖出了多少钱。那购买成本基础就是你为了获得以及维护这套投资房所付出的总成本，包括且不限于购买房价、律师费、延误费、改建、装修、维修等等等等等等。卖价减去这些成本之后呢，得到的数字就是你的资本利得，也就是 capital gain 了。然而呢， capital gain 总数的一半，不论多少钱，都会计入你的年收入里，按照当年个人的税阶来报税。比方说，这个投资房你当年买的时候是10万，卖的时候是20万，我们减去杂七杂八的成本，等于呢你资本利得是8万。如果这个房子是你一个人的话呢，那这8万块钱里的4万块钱算成你今年的收入。如果说这个房子是你们夫妻两个人的，那这4万块钱呢就每人一半加到你当年的收入里。那这次的改动呢，是当年的 capital gain 超过25万加元的部分，按照2/3呢来计算。比方说你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10万，卖的时候是40万，有30万的资本利得，对不对？那这30万的前25万呢，还是按照1/2来算的，也就是呢这12万5记到当年的收入里。这个房子里有一个人就算这一个人收入，有两个人就算两个人的收入，有三个人就把它平分到三个人的收入里。25万以后的5万块钱呢，是按照2/3来计算的。那改动之后的总 capital gain 呢，就是12万5+3.33等于15.83，确实是多了一些，但是好像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涨幅高达33%那么吓人了哈。所以呢，财政部门也表示，这次改动对于99.87%的加拿大人来说呢， capital gain 的个人所得税都不会增加。哎，我多么希望我是那0.13%当中的一员，我多么希望我是那0.13%当中。梦里啥都有。所以对于个人来说呢，只要把年 capital gain 要控制在25万以下，基本上就不会有任何影响了。具体怎么做呢？大家关注一下我的下一期视频，我们勤快起来讲一讲怎么能够降低你的资本利得。那以上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啦，关注丽丽狐，买房卖房从此都不迷路，我们下期再见喽。